当公开课变成综艺节目。同学们上午好，咱们今天讲一下琵琶行。我从来没见过老师那么温柔，太能装了。大家昨天都预习了吗？预习了，老师。你也挺能装啊。那老师找同学背诵一下。脱缰凯同学。老师今天彩排的时候定好了，会得举左手，不会举右手，为什么还会点我？老师我啊，那班长来背一下吧。我没想到之前彩排了这么多次，还能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，多亏班长当时打了个圆场。西安街头一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，主人。对不起，我忘词了。本来我会背的，没想到这会直接影响老师考核的。你怎么睡觉呢？我怎么能在这种场合睡着啊？而且我还没带书，上课之前我找了一本长得像的。我没带书，我看你啥呀？哎，就这页像，这页得了。我特别怕被听课老师发现。行了，不背了，咱们直接上课。大家把书翻开，你别挡着，我没带书，咱俩看一本来。抖音